那里面是给谁用的？哦，看来不是给大人用的。客人要。他们不可以打开。我们到他们家了，好开心哦！他们家好温馨哦。对，那爸爸，我们什么时候也要买房子？好，那我们先来看看。搬来跟我当邻居。冰箱吗？对。没有见过进来门，冰箱就在这边哦。因为冰箱通常都会在厨房，所以呢，把它放在这个地方，一定有它很用心的地方。然后呢，我们看到这个是餐桌，哦，你一家四口的话，小朋友看到能够坐在这边。我跟你们说用的餐桌还能这样。好，餐桌要变形了，来。哇！变大了！看来我们的午餐有地方可以吃了。这边可以坐四个人，这边可以再坐四个人，然后它可以再恢复，变成很方便的空间。然后呢，沙发。刚刚好的大小，而且哦，它这个地方哦，为了要让小朋友可以这样翻来翻去哦，这个地方特别的平，而且高都不高，又翻过去翻过来，这个沙发是可以变平的，有没有？所以呢，每一个地方都是特别为了设计的，纯电动，然后它现在要变平了，里面还藏玩具。被我发现，我们来看看它可以变得多平哦。哇，这可以躺着休息耶。那我们玩玩具。好，趁他们在玩玩具，我们可以安心的来介绍一下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慢慢走过去，这边是厨房，我们看到特别设计了一个隐秘门，这一整体看起来都非常的舒适。因为为什么呢？收纳的时候啊，可能家里如果坪数没有很大的话，这样做起来的话，里面都是东西，但是因为这一道额外的墙设计出来，这是额外做的，对，额外不是原本的就有，所以说它这整个感觉就会变得非常的舒服，因为万有旺气，整个都干干净净。好，我们来进去看看，我们来看看厨房是怎样。看到，哇，哦，厨房哎，很漂亮。哦，我闻到好香的咖啡味哦，很舒服哎。然后那边是后阳台，那边还有一个晒衣服的地方。这个是晒衣间吗？嗯，这一间是小房间吗？那你猜一下。可以开。这种门的大小啊，很适合用来做仓库。要先猜一下，那里面是谁给谁用的？哦，看来不是给大人用的。因为通常主卧室的门会设计的更大。主卧在哪里？以睡觉来讲的话，睡觉来讲的话有点小，所以这个不是睡觉的地方。是给客人用的。啊？给客人用的。给客人。这个是厕所哟。哦，是啊。哦，是厕所。客用的厕所。里面也很漂亮哎。原本厕所建商就是设计在这边的吗？对啊。好有趣哦。因为通常建商都会把厕所、客厅的厕所设计在那边，比如说镜头啊、边角。对对对对，藏在这个隐秘的地方。从这个神秘的地方出来。走进森林，对对对对对，啊对，感觉很像那个哈利波特从九又四分之三月台出来一样，我就出来了，我从墙里面出来一样。接下来，如果是间谍的话，你需要这样爬吗？Hello， 这边是工作，这里是工作室。哇，好专业哦！现在你们都算是那个 SOHO 族，就是指在。宅在家工作的，所以工作的环境非常重要，因为白天的时间几乎都待在工作室。我们可以看吗？我们不近拍嘛，我们来在门口看。你看哦，来，他们是坐两对面呢。从这个角度来看呢，妈妈应该是里面那一台，爸爸应该是外面这台。爸爸使用的是 Mac， 我有看那一集。他们两个人互坐对面。在这安排之下呢，彼此之间在做什么事情，对方都不知道，多棒啊！不像我跟亚米妈妈两个人是侧坐的，我在做什么他都看得到，然后他还会跟我聊天，我在做什么，他就会靠到我旁边聊天。是你从这里面找到的吗？他放在这里。
那没错，那个安安爸在打电动的时候，安妈应该不知道。我们今天两台桌子，右边是主卧，左边是儿童。好，好，你去弄晶晶，小心小心。哎、欸，你怎么睡在这里？哎、欸，还推得进去。他们两个太可爱了吧，应该会是很舒服的一个设计，因为两个小男孩、哦、哇，蓝色的耶，他们弄成一个很舒服的一个蓝色，然后窗户如果要打开的话，天亮的时候照进来就会很舒服的自然起来了。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他们的玩具游戏间，假设爸爸妈妈不进来的话，估计不知道是会玩到几点才睡觉。床那么宽，应该是要陪睡吧。今天他们睡着之后，我再默默溜回去房间。哦，所以晚上陪睡的时候，爸爸妈妈都会进去陪吗？都一起，因为他们不会进去睡觉。好。哈哈哈一般来讲，一大早就进行这样子的体能活动，应该晚上会很早睡。我们没有，他们可以玩到很晚。对，厉害。我们家顶楼有跑步机。在旁边。那个是。阿拉蛋奶。我们等一下可以来开箱这栋大楼的空空空。那你要来跑一下吗？哦，我要看一下那个妈妈的小花园。小花园。对，他们有小花园。那我要拍拍你的主卧，好漂亮啊！收一下。他，哎，他这边好多好多柜子都可以藏进去，哎。可以玩什么吗？是这样吗？哦，所以你们的阳台是在主卧室外面哦。哇，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我们既然在那个一般的公寓看到这里有一个超级棒的小花园，然后这边有时候会有鸟来这边打边。好了，这就是今天安安他们家的开箱，真的非常还没结束啊，你要跑跑步机。接下来来开箱公共空间。要做运动了。